发球都发不好，这国家健将也不行啊。其实我比较擅长另一边。优雅永不过时。大佬快教教我。发球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记住这三点，你马上就能学会，甚至可以把对手直接发死。哪三点？快告诉我。好，第一，蹬地转身。在发球的第一时间，我们需要蹬地转身向上传导力量，将力量集中在上半身。第二，放松边甩，我们放松我们手臂，把我们的手臂想象成一条鞭子向上甩动，继续向上传导力量。第三，内旋爆发，经过前面的铺垫，我们需要通过内旋发力将全部的力量爆发出来，手腕从下向上翻转，后三指在击球的一瞬间捏紧，将全部的力量向上爆发出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球打得非常远非常快，最重要的是非常高。当球的高度越高，下降的时间就越多，加速的时间就越多，最终落到对手手里的速度就越快，对手就越难打准，甚至可能因为球速太快而直接打不准。比较擅长另一边。